现在还记得，在一个晚上，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。我说在我想象中，流行花板鞋，与众不同最时尚，跳舞肯定棒。整个城市走遍所有的街，都没有。他说将来会找到的，时间会给我答案。 星期天，我再次寻找，依然没有发现。一个月后，我去了第二个城市，这里的人们称它魅力之都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要么叫降临。我想我必须要离开，但我正要走时，我看到一家专卖店，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。我的滑板鞋时尚，时尚最时尚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情不自禁，摩擦摩擦。 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，月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，有时很远，有时很近，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。有了滑板鞋，然后都不怕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摩擦摩擦，我给自己打着节拍。 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，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。在这美丽的月光下，在这美丽的街道上，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。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。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。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。 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。好，没事。他们俩唯一抖音账号，点赞点点关注啊！我点赞点点关注啊！感谢榜一二三大哥，小姐姐在哪？小姐姐在榜三。榜三。哎，我们继续发福利啊！小心哥的啊，也不要。抖音。